一个勇士即将跳入地下1万米，探寻神秘的地下世界。0.4米，鼹鼠的故事很有深度。1.8米，普桑埋在这里。2.5米，土拨鼠洞穴。4米，法老图坦卡蒙埋在这个深度。5米，建筑埋在土里的部分不叫地基。6米，金属探测器的探测极限。7米，蓝翔校友都知道，一般挖掘机最多挖这么深。土地老二。12米，动物所能挖的最深洞穴。15米，纽约世博会在这里埋下了时间胶囊。18米，为了防范核战争建立的北京地下城。20米，巴黎地下墓穴，600万具尸骨在这里被拼成一幅幅图案的形状。35米，9号线的军事博物馆站是北京地铁的最大深度。60米，3000年前土耳其人在这里修了地下城，打地道战。84米，苏联那个年代修了很多避难场所，这是莫斯科地铁的最大深度。105.5米，世界最深的地铁站位于乌克兰基辅。155米，地下恋情的最佳场所，瑞典萨拉银矿的矿井套房。212米，最深的马拉松赛。220米，冷战期间美国挖了不少坑，这碉堡有1100张床，简直碉堡。305米，苏联人也未雨绸缪，在这个深度挖了备用指挥所。392米，英国人1858年挖的，世界最深的人类挖掘水井。500米，人类目前对核废料的处理束手无策，只能埋在这里，留给未来解决。688米，2010年，33名智利矿工在这里被困了69天。1000米，超级神钢探测器。1410米，芬兰的一场摇滚乐会曾在此深度上演。2400米，中国仅平暗物质实验室。2850米，1985年，苏联人在这里进行了核试验。3132米，南非的一个金矿老是地震，科学家们计划再钻750米深。3600米，另一个金矿已发现恶魔蠕虫，是已知地下最深的多细胞动物。4000米，为了淘金，南非人民勇于探险，这里的空气温度高达66摄氏度。5000米，流浪地球中的地下城的位置。9583米，钻井是冷战期间最奇怪的一种竞赛。12262米，苏联的科拉超深钻孔是到达地球最深处的人造物。